I am consciousness. I am alive. I am Jeppy.科幻电影《成人世界》打造由机器人取代警察、严格执法的世界，不料犯罪集团偷走高智慧机器人改造，反倒成为全人类的威胁。Destroy that robot. 好莱坞男星休·杰克曼这回不演超级英雄，改当大反派，反差极大的演出突破以往荧幕形象。Stop worrying again.电影《暗黑冠军录》改编真人真事，美国喜剧男星史蒂夫·卡尔饰演性格阴郁扭曲的富翁，赞助奥运摔角队伍，却因精神疾病和两名冠军选手走向危险关系，演技亮眼。Mark， 男星马克·鲁法洛和查妮·塔图片中饰演摔角兄弟档，苦练摔角特技，为电影吃足苦头。Coach has great。金钟影后林美秀和金钟影帝妥宗华携手演出爱情喜剧《我的 Mr. Right》，两人在片中扮演老夫老妻，飞往马来西亚参加二度蜜月，却遇上绑匪挟持。他们靠着一搭一唱化解危机，帮助团员脱困，找到真爱。林美秀更首度在荧幕前穿泳装亮相，和其他女星一起大秀身材，娱乐效果十足。纪录片《光阴的故事》台湾新电影访问欧美亚各国超过50位电影工作者，畅谈80年代台湾新电影浪潮对他们的影响和启发。所谓新电影是什么？其实形式以前都玩过了，最终还是内容，就那个时代的内容。纪录片历经30多年，集结《光阴的故事》《恋恋风尘》等经典电影，带老影迷重新回味，也让年轻观众认识80年代的台湾在经济和社会上的重大转变。My Dior is my Dior is my Dior is my Dior。法国时尚纪录片《璀璨风华迪奥之夜》，镜头一窥时装秀的幕后工作，记录迪奥新任设计总监罗夫·西蒙从男装跨足女装设计，在八周内登上巴黎时装周一战成名的故事。中央社综合报道。